动感热舞大秀性感，还记得她吗？前国光女神梁云飞，今年三月才自曝偷钱入监等黑历史的她，又惹出风波。一袭黑色长礼服、低胸装，梁云飞上节目小露香肩，展现好身材，还在节目空档开心自拍。上传脸书问大家我的衣服好不好看，但这个举动让他邻居气炸了，因为这件3000多块的名牌服饰根本不是他自己买的。但是我刚刚有时间再看看，我不知道，不确定，可是我看了，看我衣服上面，但节目我发现，难怪大家说，因为这个不是接大家买的吗？梁云飞邻居陈小姐爆料，上个月她一直没收到网购的衣服，但询问卖家，包裹早已签收。到管理室一问，才知道衣服是被住同栋的梁云飞领走。事后管理员前前后后催梁云飞归还，催了4次，她都不闻不问。陈小姐气到准备报警。管理室这边做派送、做分发，这样我们就直接领。那有一些小疏忽，就是说我们没有针对每一个包裹上面的明细，我没有去做过 double check。梁云飞经纪人表示，因为当时没有去确认包裹上的明细，才会发生误会。至于迟迟联络不上的原因是，前一段时间云飞他都在内地，回来台湾之后，也知道确认这个东西，那也针对这个部分的错误跟陈小姐这边做一个联系。目前梁云飞已经将衣服的原价3300元赔给陈小姐，并致歉说真的有疏忽，只能说下次拆包裹前最好还是先看清楚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